家好。那么今天进行全院委员谈话会，处理本院委员柯建铭等人请求召开临时会审议特定议案，请议事人员宣读提案内容。本院委员柯建铭、管碧玲、李俊毅等67人，鉴于预算案为政府各项修正计划与建设所需之财政资源，也是维持国家机关正常运作所不可或缺，政府经费之投入更为因应国际经济变局，加强扩大内需，确保国家经济成长动能重要引擎，如未能及时完成审议，恐影响民众福祉及国家竞争力，原因宪法第69条及立法院组织法第6条第一项提请于109年1月14日星期二至1月22日星期三召开临时会审议中华民国109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，如附表，是否有当进行公决？宣读完毕。报告各位委员，针对本政提案，现有朝野党团协商结论，请议事人员宣读协商结论。立法院朝野党团协商结论，时间109年1月13日星期一下午20，地点一场三楼会议室，决定事项一，各党团同意定于1月14日星期二上午11时举行全院委员谈话会，并于谈话会结束后随即召开第8会期临时会，1月14日星期二与1月15日星期三、16日星期四、17日星期五、20日星期一、21日星期二、22日星期三为第一次会。二、本临时会处理之特定议案为：一、本院财政委员会报告汇总完成中华民国109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审查总报告，外交及国防委员会案；二、本院财政委员会函送财政交通司法及法制三委员会109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公务预算部分审查报告，请并中华民国109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审查总报告讨论案；三、本院财政委员会函送内政、经济、教育及文化、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四委员会109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公务预算部分审查报告，请并中华民国109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审查总报告讨论案；三、各党团同意于1月13日星期一至16日星期四下午20前，由行政部门先行向提案委员与各党团进行沟通，1月16日下午20至1月17日进行密集协商。主持人苏嘉全、蔡其昌，协商代表柯建铭、管碧玲、李俊毅、曾明宗、陈怡明、李红军、郑秀玲。宣读完毕。请问各位委员，对以上朝野党团协商结论有异？好，无异，通过。109年1月13日朝野党团协商结论，今决定如下：一、各党团同意定于1月14日星期二上午11时举行全院委员谈话会，并于谈话会结束后随即召开第8会期临时会，1月14日星期二与1月15日星期三、16日星期四、17日星期五、20日星期一、21日星期二、22日星期三为一次会。二、本临时会处理之特定议案为：一、括弧一，本院财政委员会报告汇总完成中华民国109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审查总报告，外交及国防委员会案；二、本院财政委员会函送财政、交通、司法及法制三委员会109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公务预算部分审查报告，请并中华民国109年度
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审查总报告讨论案；三、本院财政委员会函送内政、经济、教育及文化、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四委员会109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公务预算部分审查报告，请并中华民国109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审查总报告讨论案。三、各党团同意于1月13日星期一至16日星期四下午20前，由行政部门先向提案委员与各党团进行沟通。1月16日下午20至1月17日进行密集协商。报告各位委员，本次谈话会处理事项均已处理完毕，现在散会。现在召开第八会起临时会，请林秘书长报告出席人数。报告宴会，出席委员59人，已足法定人数。现在开会，因程序委员会未召开审定议程，依例由议事处编制草案提报院会。报告院会，本次会议议程照编制草案通过，本次会议议事日程确定。报院会，现在进行讨论事项第一案，中华民国109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。本案依协商结论，由行政部门先行向提案委员与各党团进行沟通。1月16日星期四下午20起进行密集协商，届时请各党团干部至议场3楼进行协商。现在休息。